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这重要吗？职业妇女的悲哀你懂不懂？您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，一样可以当生大王啊！分开有分开的自由。狮子镇中心呢，刚刚上轨道，要谢谢你的体谅，让我们团队能够拥有秋满这一员猛将。这招真的管用吗？很久以前，某一个瞬间，泛黄相片，却又像昨天。尽管物换星移，细数当年，记忆停留在最初的画面。韶光荏苒，青春已苍白，春去秋来，花谢未再开。你说人会离去，但是爱一直都在。如果没有明天，至少把我现在。还好吗？硬拖你来，对不起哦。他们还蛮好相处的。那就好。不过曹爸好像话中有话哎。有吗？不过我还搞不清楚他是什么意思。个人倒觉得功劳在水，你想啊，冷水它冲不开茶叶啊，它为了要体现出茶叶的香味的价值，它得燃烧，让自己沸腾了以后它还不鞠躬，然后把茶叶的香味通通地衬托出来。结了婚的女人啊，要有一片天，真得靠她的男人愿意帮她撑起来。我想通了，秋满。你想通什么？那个水。水？没事。什么水啊？自己悟。你在看什么？曹爸的脸书啊。哎，自己不是有家？
小桃，你看我跟你。我去打给傅医师。哎，老头儿，老头儿，哎，哎，老头儿，哎，护士小姐，护士小姐，哎哎哎哎，我问你，爷爷呢？爷爷？爷爷不在了。哦。我知道啊，他是换病房了，还是散步了？啊，奶奶！哎呀，哎，建华，抱着爷爷，快快快快啊，快！你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吗？嗯，对对，妈。我来给他送稀饭，你急死我了！快去快去，去啊去啊，就帮我找啊！妈，爸他不在了。我知道他没有在屋子里，在别的地方换病房了，快去帮我找。他走了，走哪去了？他去世了。嗯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坚强点，不可能！你们骗我，坚强点，你还有我。妈，我买了薯条了，还热着呢。好。哎，爸呢？爸他不在了。啊，你看我都忘了，我已经习惯了，这以为爸还在呢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不是你糊涂，是我糊涂了。嗯。好了，别演了，多尴尬呀！真是。妈，我去给您沏茶。好啊。我妈精明着呢，一眼就看穿我耍什么把戏了。你哪会糊涂啊？哎，毕竟还是给你惹了麻烦，丢人喽。很多人都在笑话你。没有，哪会笑话呀？人家都说你跟爸两个间谍亲生。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呢，这倒是真的哈。几十年生活在一起，很多的习惯呢，还真是忘不了。那就别忘了，好好把它记在心里。那我，你看我不是也一直念着爸爸？好了，你就别安慰我了啊。放心，我会照顾我自己的啊。那当然。我妈是最坚强的，对不对？没事。你还好吗？妈都80了，日子好快。我今天到楼下，在楼下站了好久。本来说买了薯条，想急着上去宽慰妈几句。到了门口，那脚步迈不开了。我还记得妈那天说，
要享受人生。就算他一个人，他要活得潇洒。我怕我上去看到的不是他的笑，我怕他跟爸那个时候一样，觉得活得太苦了。该怎么办呢？嗯，我该怎么办？你最爱听的歌，我唱给你听，听到了吗？成群的鸟儿回家了。小小鸭儿跟着妈，又笨又黑又黄。一切，我就是家里的这根线，但以后就全靠你了。一缕线，重如千斤，不是因为承诺，而是因为我爱你。紧哈，安尼水唔是老贵啊！你昨天离开的时候没有巡吗？昨晚是阿姨关店的，这不是第一次了。上次阿姨还把湿毛巾跟干毛巾放在一起，整叠都发霉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最近精神不好，工作还老是分心。啊，坐实坐实坐实。先来，早吧。早啊。熬夜了？有黑眼圈？没有，还是很帅啊。我是昨天晚上十一点多看见你家的灯亮着，我猜的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你从花莲到大林，这习惯都没改啊！每天晚上盯着我们家灯看，你是监视我睡觉啊？我是关心你。
奶奶还好吗？把你吓到了吧？年轻人胆子小，他不过就是记差了。再说有我跟你曹妈看着呢，不用紧张。那要不要带奶奶去检查一下？我再观察看看吧。其实就是人年纪大了，都退化了，记忆力变差了。如果我们一点风吹草动就大惊小怪的话，可能会把奶奶吓的。好了，我先整理，你去忙吧。哦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嗯。正筛检量表，啊，你有啊？这个创啊？无啦，你看详细啦。这哦，顶关的题目是不是跟阿姨最近的精神就像的啊？我咧想吼，是不是哦，还带去病院检查一下？像失智啊？我妈才无可能会失智啊！你捌看过倒一个失智的，骂来骂安尼啊顺的啊？你讲的话拢未重复呢？拜托的，你嘛较认真的。你真正拢无感觉阿姨最近怪怪哦？伊若是倒位怪我，我会毋知影，我甲伊住做伙呢。我搁颠倒希望伊怪怪，看会当莫伫骂我。伊会用个莫安尼，无要无紧无。我若毋是感觉真严重，会约你出来食豆花。阿丽哦。到底有在听我讲无？我唔是家属，无方便出面。厝我退租啊，你唔惊要挨退，我全部单调啊。好啦好啦，你假使若真正无闲哦，我会用咧带伊去检查啦，哈。客户找我有代志，我先来走。阿丽。阿丽啊。你要搬去新的仓库，安尼真好啊！哦，我先整理整理啦，一礼拜就好啊，会使无？当然嘛会用的，做你睏啦。哎呦，真多谢哦！没啦。阿坤啊，物件先搬入来哦。来来来。你凭什么带我的物件啦？你敢就一定安尼逼我？我跟你讲啦，无可能啦！为着我物件嘛已经看好啊。即嘛吼，时机歹歹啊，啊个同行竞争吼，足歹做诶啦。袂啦袂啦，辛苦你安尼。多谢啦，安尼哦，我来去。哦，无闲做你呢。多谢多谢。啊，妈你讲，来去来去。无闲做你。嘿。啊，念慈，你转来哦。我来去啊吼。啊，孙杰。来去。哦，孙杰咧。啊，佮敢毋当第一无闲啥物啊？啊！看到人也不要先拍招呼，对啊，人叫你的名，你才会应承。唔知的人抓住我，不要加紧啊！啊！你在书包里底带什么啦？
无你即摆是安那？甲我的房间用到安尼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要来知你今日倒转来。啊，房间借放一下是安怎是？这是我的厝呢。啊，你是安怎？啊，一倒转来，屁屁叫，袂输甲全世界拢欠你同款。我又搁讲倒转来啦，我拢无收你的宿舍呢，要欠嘛是你欠我啦。所以你再甲我的房间用到安尼，你要我要走，你就直接讲。唔免用这种方式啦！别上来做你走啊！你莫把伊倒转来！妈，啊你也回来？啊你也是跟我回来？你找要做啥？伊回去啊？啊是回倒？当然嘛，回去因家啊。啊，家己误会，啊念伊几句啊，就回头做伊回去啊。真正把这当作是女侠同款。妈，啊金中头才打电话啊，叫我看康念慈吼，赶紧啊离婚协秘书签签的。啊因厝嘛退租的，哪有可能回去啦？你拄只讲啥？伊要离婚，离婚？在家都过不了日子了，那次待在咱家也没什么好日子过，咱就自己做主，让崔太太把那次带走。你是他爸爸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那次他是我生的，就算再穷，我也不会把他送给人家的。这里是他的家。要创啥？你哪这么戆着？人叫你走，你真正要走？你讲，你拄则想要创啥？你讲啊！带我回来，走！我不爱啦！我拜托你好不好？带妈妈回来去。什么拢莫想啊！走，回来去，走啦！
行李款安怎？歹势啦。歹势啥啦？安尼害阮哦，找你找几波，啊电话关机啊，哦，找啊咁要剃腿的。啊，为恁哦，阿钦嘛无佮意啦，你离别好啦。啊，我安怎讲，这嘛是恁家啊，惊无所在住。哥，多谢啦。三八啊，说什么多谢？即摆知影哥哥好啊吼。对啦，你上好啊。我看到我一包钱，什么钱啊？就是你要给我借的二十万啊！我明明都已经听出来啊，我却未记得放在倒位，恁两个赶紧帮我找看卖啊啦！我无搁借啊啦，妈，顶家已经给啊，我已经给你啊，嘿啊，啊顶住你伫门口口给我的啊，门口口交给你啊。我哪一点印象拢无咧？哎，阿钦啊，来买菜哦，够早。系啊系啊，哎，恁怎晚回来啊？拢做医师啊啦，啊，搁遮尔啊友好，哦，搁陪你出来摆摊咧。爱对爱对啊，我也无叫伊来啊。你这样就友好诶啦，我够欣赏伊。来来来，这送你啦，哦、我给你煎诶。哦，是谁？那好意思诶，阿新来啊，叫过来哈、哦哦，谢谢。拜拜妈，你哪有叫我莫来啦？啊，我也无叫你来啊。这边到了啊。还好不啦？哎，啊，今麦上艰苦的，就是你的老师呢。啊，今麦曹爷爷过身去，啊，曹奶奶搁安尼，爱打更哦，一日啊一日啊来啦。啊，你哪有时间哦？就爱去陪你的老师，唔通回一个人哦，淡薄乌白伤下。我嘛想要甲伊讲讲的啊，啊就惊哦，伊甲代志拢放伫心肝头啦。啊，不过哦，本来是讲到曹奶奶，伊就计无用嘞。想不到曹爸哦，伊拄到这种代志，伊嘛闪避嘞。迄是一定的啊，就算讲伊现在是看这科医生，迄看亲人，甲看别人是无同款的呢。哎呀，嘛是啦。啊！检查结果若是出来啊，就无法度家己骗家己啊。哎妈，我问你啊，我是不是应该给曹爸一点仔时间，慢慢避去啊？哎，回来啊！爸。金花。我来去无用啊，你陪恁爸吼。来来，静华，坐坐，来，坐啦。啊，是有啥物代志啊？哦，啊，不是真重要啦，啊，不过吼，也是问你较清楚啦。我隔壁爱准备啊，哦，讲伊早起若起床头会晕啦，啊，问看有啥物症头啦。这有足侪可能的啊，啊，高血压、低血压、贫血，拢会头晕啊。啊，唔过啊，是叫伊哦去病院检查啦。啊，是讲伊现在要问你啊。哎呦，阮听是医生嘞，当然嘛问我。好啦，我照你甲讲啦吼。还佫有无？迄体质啊哦，讲伊最近也是啉茶胃就会疼啦，啊无啉无代志啦。啊，问看讲哦，食甚物物件才能改善啦？爸，啊你甚物时阵开始替别人问诊啊？啊，就大家拢好朋友，
啊，小甲斗相共一个啊。摕来我看啦，我看较紧啦。啊，会当讲的哦，我就讲啦；啊，未当讲的哦，还是叫伊去病院检查啦。哦，好啦好啦。哦，阁写真侪问题哦。啊，你看你的，看我要怎啊？啊。妈，来。啊，恁讲煞哟，恁爸准备这么多问题，啊，你一下就解决了。爸爸哦，这摆真正准备足侪问题呢。啊，不过这个课有各科的专业啊，啊，我会当讲的嘛真少啦。啊，是讲爸爸是安怎雄雄这么热心，啊，替别人问这么侪医学问题啊？伊唔是热心啦，伊是想要找话甲你讲，啊，唔知影要讲啥吼，才会出这招啦。我著甲伊讲啊，啊，伊是要甲后生开讲，还是要开会？爸爸想要甲我开讲啊？你哦，是惊无时间陪阮，啊，阮哦是惊你一个人寂寞。啊，爸母甲囝儿是说吼，拢是互相的。哎呦，啊嘛好加载呢，啊好加载吼，我无叫爸爸讲卖替别人问问题啊，啊无到时阵哦，伊又阿乖去想目焦，安尼敢会想过为难伊啊？哎呀，啊，阮就惊你无用啊，该无用厝内底的代志。好啦，好啦。你跟恁爸爸话通讲，啊，你就算是进步了。进步呢？哎呀！我搁顶多希望伊乖乖，看会当卖伫骂我无？来来来，哎呀，这是你喜欢吃的烙饼，坤爷你也吃。好，妈，我自己来。来来来，啊，谢谢妈。你怎么不吃？我下午啊，吃了点点心，现在我还不饿呢。你们吃啊？我看你们吃，我就很开心，比我自己吃还高兴呢。哎呦啊，以后啊，你们都很忙，不要每天来陪我吃饭。我现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，放心。嗯，我可不是过来吃饭的。嗯。我是来约会的，跟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约会。这么好的福气，我怎么可以错过啊？嗯，饼都堵不住你的嘴，再吃。还没吃完呢，这块。嗯。吃一点啊！我吃过了，你大老远送衣服来，多吃一点，来，坐着吃。啊，小心烫啊！就是要吃烫的，才会暖到心里啊。那个时候啊，我妈还在台北给人家做帮佣，我去给她送冬衣。结果他一看到我，就跟雇主请了一个小时的假，就为了给我烙饼陪我吃个饭。
那饼的滋味跟今天的一模一样。天下父母心，一顿饭代表的可不是一餐，而是团圆，是相守。我现在就怕吃一餐少一餐，这样平凡的幸福不知道还有多长。草包，草包。哎，小子，从桃园回来了。哎，这是我爸妈给你们的。哎呦，每次都麻烦他们，帮我跟他说谢谢。两老人家还好吗？他们身体很健康，这次我爸还主动跟我聊天呢。哦，健康就好，那比什么都重要。奶奶这两天还好吗？刚陪她吃完晚餐，心情不错，照吃照喝，照样有去运动啊。不过那天的事啊，没敢提，怕她尴尬。哎，你不是明天没班吗？干嘛不在桃园多待一会儿？曹爸，我可是很忙的，我明天一早要跟护理师开会。这也是我羡慕你的地方。得了吧，我的会也不比你少啊。你现在可以每天陪奶奶啊，我现在一个月只能够回家两趟。我如果以时数计算的话，我陪我爸妈的时间真的比你陪奶奶的时间少很多。哎，哦，那倒也是。对呀，值得羡慕。啊？虽然妈失智了，可至少我天天能看着她。还有什么比这个庆幸？我应该感恩才对，是我钻牛角尖了。你想通了。静华点通了我了。我只顾着担心妈失智了。换个角度想，她跟爸那个时候比起来，至少她不痛不难受。至少他还会笑。是不是就是那一句，要去看拥有的，不要去看失去的？对啊。妈虽然不能再活得潇洒了，不过她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愿望吗？什么愿望啊？她说她想要享受人生啊。那我们就让她好好享受啊。他是雅尼，是印尼人，来台湾有很多年了，之前有照顾老人家的经验，大家对他评价都很好。我国语也说得很好。哦，奶奶好。哎，好，好。怎么样？我们试两年。好啊。奶奶。总觉得心里那块大石头给落下来了，幸好妈同意让我们帮她找帮佣。有人陪着她，总算能安一半的心。那另一半呢？另一半就得拜托你了。突然有个人加入她的生活，怕她不适应。是啊，妈客气惯了。要说享福呢，也得她老人家放得开，毕竟不是每个人习惯被人伺候的。万一要是妈不习惯，反而会让她不自在。所以这阵子你得多陪着，让他们两个彼此熟悉一下，磨合一下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这事啊我会看着办。在诊间待久了，听的抱怨也多了，琢磨出来的道理。谁抱怨呢？家属啊，很多人啊，背负着长期照顾的压力，一旦找到帮佣以后，就一口气把压力全扔了，自己放大假去了。可老人家会不安呢，老人家突然要跟陌生人相处，那情绪会不稳，于是跟帮佣就处不好。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就把帮佣一个一个接着换，殊不知啊，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出在帮佣的身上。哎呦，那被换掉的帮佣也太无辜了。病患也无辜啊，有些家属还算明理，知道不是帮佣的错，但是会误会是自己家的老人脾气不好，闹别扭找茬。其实老人就像小孩一样，
只是希望他们自己熟悉的人能够多关心他们一点。结果抱怨的人才是最大的关键啊！所以咯，每次听他们抱怨，我也不好意思明讲。来，麻烦你，你用左手把这张纸拿回去，然后对折起来，对折好了以后再用你的右手交给我。哦，好。哦，人是讲吼，倒手提回来啦。用左手拿，然后对折。是正手提给医生，啊，你拄则有咧听无啊？好啦，嘛知影啦。用双手提给医生，还是比较有礼貌呢。你第一啰嗦什么？啊，哪里遐个？你来做啊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先听医生话怎讲啦。曹主任，啊，我妈现在状况怎么样啊？伯母，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哎，曹主任，哎，最近哦，我确实记忆力有点不太好了。可是平常的生活都还很正常啊。啊，就是小孩子哦，他们比较紧张了，啊，叫我一定要来检查呢。啊，我平常也有在上班呢。替人家剪头发，啊，工作也没有出什么情况啊。佮讲无，是阿如提醒我，叫我来带你来遮给医生看。你佮讲无，那你是第一讲啥啦？阿如拢唔捌甲我嫌过呢，伊哪有可能甲你讲啥物？伊敢好意思当面甲你讲，要予你面子呢？啊，咱即摆就来医生看，你都要甲伊讲予清楚啊。对啦，啊、你上有理啦。我真好了好了，那个要感谢孩子们的孝顺。幸好他们发现了，你的确是有退化的现象。曹主任，那怎么办呢？主任，你别听我白讲啊，我的情况哦，我最清楚，我绝对没有的。我不只是听他们说，我最主要的是根据电脑断层扫描来判断。曹主任，那吃药会好吗？没办法治愈，但是症状可以减轻。哎，方小姐，你留步一下。我们先去拿药。哦。啊。我这有一个手册。你带回去看一看，对失智症会多了解一点。失智症的药物啊，只会对病患的病症看起来减缓，实际上他脑部的退化会不断的继续，而且速度会比你们预期的还要快，可能一两年之内，他就会不认得人。所以，家属要把握相处的时间。妈，啊，拄只曹医师讲过啊，食药会当控制啊。啊，而且你即摆哦状况也无遮尔歹啊，唔爱家己吓惊你家己啦。啊，不过嘛有人第一讲哦，啊，就算讲食药啊，嘛无可能会全然好起来。那安尼以后，我是不是会变成安尼空空戆戆的？哎，妈，你胡白讲啥啦？不管你变安怎吼，我拢会饲你啦。笑一下啦！你吼，总算我无白疼你啊！奶奶，吃早餐啦！哎，哎，小心一点！哎，好，谢谢。妈，吃饭了。好，好。你也吃啊，嗯 ，OK， 好。来，奶奶吃蛋。哎呀，好好好，放上去。啊，嗯，你也吃啊。啊，好，谢谢奶奶。哎，那是
那是我无法度搁照顾阮妈，伊应该要安怎？如果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及时成为他的父母，那将来要把他从黑暗中拉出来，就会更困难。婆婆，我们带你回家好不好？婆婆，当失智症降临到一个家里面的时候，其实也是一个灾难的开始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失智的人，他开始认知退化，变成不太懂讲道理。那么如果家人跟他讲道理，就会产生摩擦，摩擦就是一个困扰存在。所以如果我们有专业的人士进入到家中，告诉他怎么认识失智，了解他，跟他相处的话，那么其实可以把这种失智的老人看成是个孩子的慢慢的一个退化，用一个带孩子的心情来的话，这家里却充满了孩子的快乐跟平和啊，很幸福的一个环境可以存在。想一直牵着你的手，像花和